Ta-da!我们现在呢，主要集中在三个教学法，分别是瑞士的Dark Chords、匈牙利的扩大语教学法，以及德国的Orff教学法。Dark Chords是一个和声老师，他是一个弹钢琴的。他本人并没有舞蹈上面的经历，但是他提出了体态律动教学法，讲的是什么呢？用你的全身去感受音乐，去演奏音乐。他本人提出说，节奏我要靠行走，能够感受到。 通过行走，它让你整个身体都感受到现在的速度是什么。那么，它也用整个身体的高低的这些 level 这些层面的变化，来知道旋律的上行和下行，是让你在演奏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用你的全身体去感受。Dark Chords，它从头到底，它都是在行走，它都是在用类似于舞蹈的方式去感受音乐。真的，你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演奏家，其实是要调动你整个身体的。 我请我们所有的小朋友看我这根丝巾。当我这根丝巾掉在地上的那一瞬间，请你嘴巴里唱。对于小朋友来说。 不是马上让他们看到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些乐器，我可能用一些普通生活当中的东西，甚至用一些玩具，或者是教具，来引导他们把生活里的那些声音和音乐之间建立一个联系。所以，针对小朋友的话，我的入手并不是说一开始就让你看到音乐在哪里的，一开始可能我们只是看到丝巾。 我看到软的那个海绵球，可能他们在一段时间当中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是音乐，但是事实上，这种音乐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他们这些教学的环节当中，通过生活上的很多声音的性质，然后让他们联系到在音乐当中有长音啊、短音啊等等。所以小年龄的小朋友可能并不在第一时间让他们觉得那是音乐的东西。 它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架构。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来说，第一个是要他理解音乐本身，理解音乐的内涵更多一些，在他的现有的音乐经验的这个基础上来做一些风格上的或者大结构上面曲式上面的变化。那么我们还有20分钟，马上就要到下一个学校了。那么我们非常期待一会儿在班级上我们的高中的同学能够出现怎么样一个音乐的一种体验感受的一个课程。 这两种方法，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的孩子都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也很喜欢。其实也就是说 ，Orff 教学方法非常重要的是原本性。第一个层面是以音乐元素作为本体的教学，不是游戏，游戏只是一个载体，它通过游戏的方式再教很多音乐的感知能力。我们会发现，不是小朋友才愿意玩游戏的。 成年人、老年人，每个人都喜欢玩，所以在 Orff 或者 Dark Chords 或者 Gordon Learning Theory 里面，我们就会发现，真正意义上 play 的 music 是存在的。它不是说我演奏这个作品，我是在玩，我是在投入我的热情在里面参与的。好，现在我有个要求，我们请大家重复两次。啊，不，两个。
然后这本书呢，我有可能加是加在这儿，就是讲 Dark Cross 的一个起源，而不是从他政治和历史背景开始讲了，就是讲他的一个起源。他跟陈老师是我们艺教系的这个音乐教学法专业的教师，他在幼儿园啊，还有中小学、啊、都一直在跟孩子们接触。那么他是真正的把他自己学到的教学法的知识呢，是付诸到实践里面去的。陈老师的这本音乐教学法教程这个书出版以后呢，在几年的时间内我们有5次的重印，说明这本书对于在校的音乐教育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以及在一线工作的幼儿园中小学的老师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一本书。经常有人问我，我们中国有没有本土的教学法？我只能说，我们中国有我们本土的教学方式。教学法它是一个 system， 它是一个体系上的东西，它有核心的这个理念，有很多实践去支撑它，有很多教材去实现它，它能够影响很多人。我觉得这才称得上是一个教学法。 ORF Dark Cross 它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借鉴人家用身体的高度的这种方法来体现旋律的高低，但是我可以唱的是中国的民歌，可以借鉴别人的这种手段，但并不照搬。我觉得宏伟的目标是希望建立我们自己中国自己的本土的教学方法。这个理念不是原本性，也不是替代律动，是能够提出一个对于我们本土的孩子有帮助的，真正颠覆我们传统教学模式的这样一个理念出现。所以要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去摸索哪一种方法更合适我们自己的孩子。当然希望像我和一些同仁们能够共同去努力，我相信我们是很有这个前景的，希望我们能够有自己的中国式的教学方法出现，那是我最期待的。